10年前都有，我吃这个以后就没有变重，没有变冰霜更黑，所以就变淡而已。那老人最怕就是满脸的老人斑嘛。那我吃这个以后，这个就变淡变淡，没有比较严重，所以对他有信心。好，你刚刚是说是吃、啊、喝那个柠檬汁啊？对啊，是喝柠檬汁也一样啊，柠檬汁就是又好吃又怎么样？养颜美容，养颜美容又可以减肥，还可以减肥啦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因为我最近就是少喝咖啡嘛，怕这个原因，就是尽量喝柠檬汁，就用这个机器不到十分钟，每次都是两大壶柠檬汁，三秒钟一壶柠檬汁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以前也没有瘦，我们最近还，其实因为我身体不好。你身体怎么不好？脑缺氧。脑为什么缺氧？不知道。啊、哦，这样。所以不你怎么知道你脑缺氧？就有一。他说他脑空白的。空白。哦，真的，只会脑空白。哦，那我赶快跟你分享一下，什么样脑可以不空白？我做一个动作给你看。你这个工作这样就不会空白，我现在也不会空白了，就是尽量知道自己脑空白以后就该吃的营养的该油炸。说好了不能不营养啊，叫他吃。对啊，不要不营养啊，但是肉少吃，肉减吃一寡。那天有一个老人说，他家3年没有吃盐，他也不行啊，要送医院啊。医生说你也不能不吃盐啊。嗯。可是要怎么讲？昨天我看那个哪一台那个营养师讲的，说他们家里不用盐巴，但是跟他讲，他说没有盐巴也不行。现在我们现在人都是低糖低盐嘛，吃糖不要吃太甜。跟你讲，我们家也煮菜几乎我都没有放盐，也没加放糖。肯定啊。对，因为我们在外面有外食嘛，已经吃太多的糖跟太多的盐了，所以我们家如果自己做菜的话，外面吃都是重口味，都是糖跟那个盐巴都放很多。嗯，那太甜也不行啊，太甜就糖尿病。你说你原来70几公斤掉到60几公斤，我曾经掉到50公斤，那现在又恢复到差不多现在好像是58。哦，那你方便说一下你几岁吗？看起来好年轻。74啊。哦，看起来非常非常非常好，保养的非常好。没有保养啊。没有保养。我从来不擦粉的。啊，真的，我也不洗澡，也不洗什么沐浴，我都洗肥皂。啊，为什么你会想到不用肥皂？我用肥皂不用沐浴啊？对，为什么不用沐浴？我觉得它好像有一层油在，洗澡的时候不舒服，洗不干净。啊，所以你从年轻开始就没有用沐浴乳？我没有用沐浴，我也没有擦粉。哦，哎，你看就这么简单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样就哦，拿起来就可以，没有啊，就可以清洗了。就是最后晚上的时候，比方你这样这么简单的拆，然后刷一刷，你看再检查这里面干不干净，这样就 OK 了，这样非常容易。嗯，所以有他很爱讲卫生的啦。对200个德国优秀的工程师很有信心。这样是，好，谢谢。